上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跟研究啊，这一点呢，要特别也要感谢大家，真的愿意在礼拜天晚上哦，播控还能够上网，在这个时间，你看刚才跟着我们这个理解啦哈、哦，跟着我们的吴讲师大家一起来这一个诵经回向，这个其实是一个现在最好的这一个统一的活动，我们都非常感动哦，就是说以现在这个现况，大家真的还愿意说能够在网络上面一起呢来诵经，这个非常的难得啊！为什么非常难得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往哦，应该是刘美儿刘姐了哦。刚才谢谢刘姐带领大家来这一个诵经回向。我们说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是什么？仙佛常常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呢求完道之后，你要护持，大部分都要回到佛堂，对不对？那现在因为我们这个现况，大家也不适合群聚，反而现在大家在家里面呢，你看都可以透过每日的诵经回向，或者像我们上网来上课，你看这一个斋节反而把大家的家里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佛堂，对不对？你会发现说在家里你就可以怎么样？修道办道，你在家里可以随时诵经，然后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一个像我们现在办的活动，你可以呢把你的祈福的对象把它呈报给佛堂，然后呢你也可以进行所谓的与佛有约，与佛同行，对不对？你现在在家里呢，你提供佛堂，跟着大家在网络诵经，家里就好像变成一个佛堂。所以仙佛慈悲告诉我们，大家就变成可以怎么样，时时办道，时时修道，对不对？把家里变成佛堂，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发心，所以不要因为疫情灾劫的关系，大家就没有信心了。反而你要这样逆向思考说，因为这样的方式，大家在家里其实上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非常有这个好的这个机会一起来修办。好，所以后学今天学习从这三个部分、哦、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研究、我们至圣班圣训的这一个部分。首先请讲师帮后学翻到这一个第一页，我们来看一下。好，直接转到下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实际上就是哦，有转的稍微快了一点点，然后我们再回来一下啊，谢谢吴讲师。吴讲师真的非常优秀了、哦、他是我们这一个同德系列非常难得的人才，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在我们同德班同德这个至善班的运作、能够把它操持的这么样的顺畅。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这个至善班的班训，好，这一个呢是我们济公活佛老师，大家都看到南平道济就是我们济公活佛老师，好，可能要再转回来一下，哎，对，谢谢。好，他是在2019年，也就是前一年，然后3月17号，在这个疫情还没有爆发之前，您看这个老师哦，就非常的怎么样，慈悲，在我们台中道场学界的这个坛主班呢，就批了这样的训。这个训最主要呢，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到下一页，下一页有我们至善班整个的内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拿到课本，然后，那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个公版呢，它做得非常清楚，内容也写得非常的完整。我们来看一下至善班，大家都记得你去年上的那个叫心明班，叫心明班。今年上的这个叫至善班，虽然有疫情啊、哦，我们是延缓了开课，可是你可以发现说，我们现在从一年第一年的这个心明班了解到说，实际上在你求完道之后，开完法会之后，假设你真的觉得这个道不错，那我们想要更精进要怎么办？当然就是来参与现在这一种方式，所谓的这一个进修班。进修班你会发现好处是怎么样，你可以说在你要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目标，也可以跟着这个课程里面学到很多的什么，比如说修道的意义在哪里，还可以学到很多的经典，对不对？那我们以前大家其实念书的时候都念得很辛苦，可是你会发现说来上进修班的时候呢，不辛苦哦。因为什么？因为都是到佛堂，对不对？我们说大家喜欢到佛堂是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到佛堂之后，你会发现说，你到佛堂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有点佛灯，或者说你看到仙佛，你都会有一个很开心的怎么样，很开心的感觉。看到仙佛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面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安定。因为你知道，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吴讲师讲的，你的九玄七祖啦，都可以跟着来怎么样，跟着来佛堂上课啊，他可以来旁听啊。那因为你有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些仙佛都知道，
那他会把你上课的这一个功德呢，做怎么样？做记录，做回向。好，我们说记录要记录到哪里？大家应该都知道，读过我们有所谓的功德银行有没有？功德银行大家知道吧？善哥应该也听过嘛，哈。而我们现在呢，在人间会有所谓的银行存款，可是这银行存款因为是在人间，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人世间用的这些银行存款的钱，都会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用不到、用不完的时间，对不对？因为时间到了，如果像你在这一个道场上面修办之后，如果你功果圆满了，实际上你可以回到理天的，对不对？可是你留在人间的这一些财物，对你来说就怎么样？它就是空的，它是没有意义的，哦，因为人家说万般带不走嘛，只有什么？只有业才会随身。万般带不走，就包含你的这些留下来的钱财啊，你的这些资产啊，对不对？这些东西虽然你一辈子努力，你很想把它争取到，可是到了时间之后，实际上这个对你来讲，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不是说它没有意义，它同样是有意义。那个是你这一辈子在人间可能工作上努力所获得的，但是它不见得是什么，不见得在未来你是可以继续用到的。所以我们会说过，人间的这些财产是有限的。可是你要记得，当你在道场上面修办，你所得到的这一些福报跟功德，实际上仙佛都知道，所以他帮你记在哪里？记在上天的功德银行。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些记在功德银行上面的这些功德，哦，因为未来呢，你存在这个功德银行的功德，它基本上面怎么样？我们另外一个这个圣训里面有讲到一本万利，大家不知道听过没有，哦，所以你存在功德银行的利息，它是怎么样？它是一本万利的。仙佛看到你有这些功德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们活佛老师很慈悲，告诉我们这些徒儿一句话，他说徒儿你只要出一分力，那我们的仙佛要怎么样？要助你九分，大家知道吗？所以当你出了一分力，你那个善心开始帮你点开之后，你所累积的功德，实际上仙佛都怎么样？都帮你记在功德银行里面，而且他会帮你加快利息。哦，你存进去，因为他看到你的善心，所以他帮你加很快。所以你要记得，我们现在真心所付出的这些，努力，你要帮老师做修办，你所得到的这些功德，实际上存在上天的功德银行，它是一本万利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所以才会跟大家建议说，有时候你要利用这个上我们进修班的机会，实际上上进修班也是来怎么样，也是来履行你的愿力。大家都知道愿力嘛，哈，就是说因为老师要培训更好的人才。所以会让你有这个时间来上这个进修班，你只要花一点点时间把进修班里面的课程上完，把它听懂，你自己可以更发心，那对于老师就是一个更大的助力。那老师知道你是一个更好的徒儿，更大的助力，就会给你交办更好的任务。你有更好的任务，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怎么样？行功了愿，或者叫学习了愿，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有时候你从新民班开始一直进步，现在是至善班。那至善班，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帮老师修办？今天利用这个圣训的机会，就是要跟大家来做这个说明。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至善班的班训里面，先跟大家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智者"是怎么样？至善班的"智"这一个"智者"，就是到达至恒的意思。至恒就是一个永恒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至善班里面，你要保持一颗怎么样，想要永久持续的一个心呢？对不对？什么东西要永久持续，就是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来上至善班，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把善这一件事情一直持续永恒，把它发挥下去。这个叫做至善。所以，我们说至叫做至恒，就是永恒的意思。什么叫善呢？善就是你的良知、良能，对不对？善存的本心了。我们常常老师告诉我们说，修道要修那一颗什么？初心，初就是刚开始的那个初啊，哦，初心哦，不是粗心大意的粗哦，是初心哦。我们刚开始起初，当初的初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一颗纯净，哦，这一个没有被沾染的那一颗心，所以善的那一颗心就是你的善念开始，哦，你刚开始所发的那一颗心就叫做善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刚开始人出生的时候，实际上他都是非常纯净的，
非常干净的，大部分都在于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受到一些怎么样其他的影响，所以你的那个初心被蒙蔽了。初心被蒙蔽并不代表你没有这个初心，只是它被蒙蔽了。蒙蔽了要怎么办？回到道场之后，我们把那个蒙蔽的这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怎么样，把它去除掉。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你要回到道场啊，回到佛堂啊，最主要就是要把你的心怎么样洗干净，回到你那个最初的那一个本心。当你洗干净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人世间是需要被这一个怎么样恢复成这一个平静跟干净的。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的疫情真的非常的厉害，对不对？从来我们看以前哦，如果说要在世界上面死伤这么多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可是先佛慈悲让我们没有战争，可是因为人类自己怎么样不珍惜这一个环境，对不对？大家因为他去伤害这个生灵，大家喜欢吃这些肉食，所以这些病菌呢投入在这一个其他的生灵上面，我们因为去宰杀这个生灵之后，把它的血水放到我们自己饮用的水里面，产生了这些病毒。还有呢，也为了要告诉大家，生灵是不能够屠杀的，所以从生灵上面延染出的这些细菌，你看它多厉害。虽然没有战争，可是导致世界上现在有2000多万人呢，受到这一个新冠病毒的影响，还有200多万人、几百万人都怎么样，因为这个病毒都过世了。所以你看哦，我们说过天时非常的紧急，大家真的都非常的担心。现在不是只有战争才会有这么多人，你看这个病毒是全世界的，而且还一直在怎么样，一直在变化。啊，我们现在调查起来说，真的要感谢天恩师德。啊，我们真的是，如果你是亲口如数的人，确实因为你的体质上面比较容易怎么样，抵抗这一种侵害人体的病毒。确实统计起来，素食者所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少的，所以一切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特别要感谢天恩师德，哦，感谢我们这一些仙佛的护持，让我们真心想修办的人，他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强健的体魄。当然，我们要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有疫苗，还是要去打，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病毒在哪里。如果你要保护自己，让自己放心。实际上打这个疫苗是让自己放心，因为你修办也要有一个什么，那个干净的心，还包括说你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一再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健康，你怎么会有一个干净的心可以修办，对不对？所以科学可以来辅助这一个修道办道是一定的啊。所以当他出了这个疫苗之后，如果大家真的有排到，后续也会建议大家赶快去打，因为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别人，保护家人，对不对？好，我们要先把这个病毒阻绝在外面。你保护了你自己，不会影响到家人，这个也是一个修办道的什么智慧。我们说修道办道最好的一个，这一个视线，也就是越修越有怎么样，越修越有智慧。你常常会看到我们同德的讲师们哦，真的每一个都非常优秀。他有时候在帮大家说明这些道理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同德系列大家的讲师哦，因为在我们道场修办都很久，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可以开口呢，头头是道，对不对？讲的道理都是仙佛所留下来，仙佛给他们很多的智慧，所以我们常常要鼓励大家，有时候回佛堂的时候要多跟我们的讲师们多多大家一起聊天，有不懂的地方，实际上要多跟我们的讲师呢多稍微请教，讲请教当然是一个尊重的意思。有的人说，我想要渡人，可是我不会，那怎么办？也没有关系。你渡人要是不会的话，可以找引导师，也可以找我们的什么，我们自己同德的这一个讲师。我想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坛主讲师啊，哦，副坛主都会很愿意，引导师们都会很愿意来协助大家。因为现在要这一个请大家来这一个求道，真的说一句实话是不一样，因为现在人心所受到的什么影响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仙佛也很慈悲，告诉你说，你来上至善班，你要去了解这个至善班本身的这个用意在哪里。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再强调一下，至跟善这两个字的用意，就是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到这边来修得一颗永恒，而且呢，可以找回良知良能、善良的什么本心，这是至善班最主要的用意。
所以再告诉你第三行，他说至善者是用一颗本心来行道，如果你没有找回那一颗纯正的心，又怎么样能够行这一个宝贵的大道？这个宝贵的大道是谁教给我们的？是我们的弥勒祖师跟我们的师尊师母们、哦、教给我们，让大家利用这个肉体来怎么样，来把这个宝贵的大道传下去。好、哦，这是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来说明至善班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请讲师帮我们这一个换到下一页。好，大家看到下一页。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至善班的班训里面，他说能够进到这一个庄严的佛地修心，恢复本性，原因在哪里？我们要跟大家恭喜啦！如果你没有一颗纯正的心，说一句实话哦，大家要真的利用今天这样的时间，能够真的坐在这里一个多钟头，是真的不简单。所以你要相信，你一定是累世有修，对不对？你累世一定修得很好，要不然今天你有可能。几个杂事你就不愿意真的上线来修这个课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哪个是没有修的，所以一句实话，要真的坐在这里也不简单，常常会有一些其他的杂事，或者我们讲更深入的事情，是有一些业力会来做什么，做迁移，对不对？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想说我们一定是仙佛有护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进到这一个至善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真的好好的知道说。这一个回到道场，它是一个庄严的佛地，你来修这一个心，把它修干净的，最主要就是要找回你的什么本来的那个本性，哦，就是我们当初刚开始的这一个自信，对不对？大家刚开始，如果你有这一个刚才诵经的时候有诵到心经，你就会知道观自在，观自在菩萨是要观那个什么，观你那个自信的本心，对不对？所以呢，第二行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本着一个天生一点真心在世间，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真心，是因为你受到这个人世间的沾染，所以你那个真心被蒙蔽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来至善班里面学的这样的一些课程，把你真正的那一颗真心把它找回来，把你这些人世间的习气、受到污染的这些气息把它洗干净，这个就是你来上至善班最主要的用意，对不对？所以他说本着天生一点真心在世间、哦、你从开始有这个机会，这一辈子求道办求道修道办到了，你就是要来找回那一颗真心。那第三行告诉我们是什么，他说进或者退呢，在行止间都有怎么样，都有道，也要因为你来这一个道场求过道了之后，你真的有来上这个课程，你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合乎于怎么样道的规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一个道是非常殊胜的，但是道它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道路。那你在修道办道之后，因为你找回这个初心了，你才可以知道怎么样，你的行为里面要怎么样合乎这一个道的原来的这一个本来的这一个面目，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修德在这个进或者退之间，因为你有在道场修办，所以你会知道行为要怎么来做。它是合乎道，所以第四个告诉我们，让自己让己一片纯心，就是让你自己的这一片这一个纯正的心呢，可以学到怎么样无争于事，让大家了解吗？哦，意思就是说，你上到至善班这一个地方，现在开始要让自己的心回到那个纯正的状态。你如果真的认真把它修，你可以得到一颗怎么样无争于事的这一个心。有时候我们很常被人家说了什么话之后，你就会不开心，对不对？为什么？这是人到世间来呢，因为你的心真的可能被了一些蒙蔽，所以你会很容易因为人家说我们怎么样，你就容易怎么样起心动念啊，对不对？你就会觉得他别有用心啊，他应该在说我什么样的不好的话。哦，可是我们要知道说，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好比在照镜子一样。照什么镜子？别人会说人家的什么样不好的话，你如果真的知道他不好，他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那我们知道他不好了，我们更不可以怎么样跟他做相同的行为。就算你短暂的时间真的受到这一些，他跟你说的这一些不好的话，哦，可能毁谤的话，你会觉得不开心。可是你认真跟他想，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在修道办道。
你不是修给对方看的，你是修给谁看的？我们修道办道是修给谁看的？修给自己看的，对不对？你要找回本性，也是找回给自己看的啊。那至于你是不是真心的，谁知道？仙佛一定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修给自己看的，我们是修给仙佛看的，你不是修给别人看的。别人了不了解对你重要吗？当然是不重要。哦，但是如果他可以因为你不跟他计较，好，你不跟他口出恶言，他会发现说啊，其实你也不是那样的人，对不对？他会真心去理解，原来你是真的真心在修道办道，你就是真的一个修道人。他会因为知道之后来佩服你，那你这个修道的这个境界就可以怎么样，再往上提升。这个才是我们要回到道场修办最主要的用意。对不对？我们就算一时争赢了，有没有用？没有用。我们只是让自己的习气加重而已，对不对？你去跟他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讲的是真理，真理是要靠时间来印证的，不是用声音大小来印证的，不是用争吵就可以达到找到这个真理。真理从来都不是用争辩的可以得到的，对不对？人家说公理自在人心，对不对？因为你要回到那个真心的时候，你才看得到真理在哪里。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说过，在智商班上面，我们要修什么东西，要让自己的一片纯心可以学到真的与世无争，对不对？最后一样也很重要哦。我们说你不要去跟人家计较长短，无计长短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计较。然后以后看到某一些事情，我们先不要有怎么样，不要有成见了。好，你不要先设定了。就好比我们常常举例说，很多爸爸妈妈、家长在家里哦，老是看到一些小朋友的行为，你都觉得很不开心，对不对？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那么认真赚钱，给你这么好的环境，可是你一天到晚跟我争东争西的都不听话？很多人很喜欢说，小孩子是来怎么样？是来讨债的，对不对？台语叫什么？叫做偷贼，对不对？你会说奇怪了，我这个从小呢，帮你这样这个。照顾得无微不至，好，慢慢的跟你捏捏到最后面，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常常真的哦，其实大家在这个家庭相处过程当中，都因为大家真的太常在一起，所以彼此的耐心常常会很快被磨掉，对不对？可是你认真跟他想，在你在道场上面哦，我们要修办的时候，对于你不很认识的人，其实你都可以很有耐性，你都可以客客气气。你都可以很想说，渡他来这个求道办道，你都知道这个道是非常好的，那你对别人都很有耐性，你也都可以普度众生。可是我们常常那个耐性都用在外人的身上，你没有去想到说，实际上家人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我们的耐性，对不对？他是我们最至亲的人。其实修道办道，如果家人都没有看到你修道办道的这个实际上的意义在哪里？那你在外面所修道办道的部分，就只有剩下怎么样一半的这一个意义而已。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有时候修办要从家里开始。哦，你要把这个耐心也要用在自己最亲的人、最至亲的家人。我们要告诉他，有时候呢，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如你的意，你要去想原因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我们太少的沟通？你常常会要想把你的想法强要加诸在你的家人，或者你的这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实际上你要学会去尊重说，包括你的同修，包括你的小孩子，实际上他都是一个个体，他不是你，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方式去直接放在他的身上，这样大家容易产生一些什么争执跟争议，对不对？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虽然比如说，或许很常举例子，这个小孩实际上是你生的。可是他就是自己一个，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个体。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难免都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也不可能跟我们一样，毕竟他就是一个个体。所以我们要学得尊重。有时候小孩子现在越来越早熟，因为他现在有手机，又有这么多的电视，还有这么多的与人交，就这个相处的关系，所以现在的小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我们要学习在小时候就用沟通的方式。去跟他做相处，你只要从小就开始有相处，他每一件事情都会找你来这个聊天沟通，
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就不容易怎么样跟你有距离，也不容易越来越远。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如果你在外面学这个修办道很有成就，结果回家里大家都不赞同你，不跟你赞叹，这样修道的这一个意义实际上也就不够完美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看一下啊，我们要告诉大家，你现在在至善班里面要学的什么，不要去计较长短，对事情不要有成见，包括跟家人的相处一样，如果他已经成为事实没有关系，用你的耐性去化解这一件事情，这个都是有机会的。我们常常说人性本善，尤其你有在道场上面修办，仙佛都知道你的用心，你只要常常像现在你要参与我们同德现在在办的这一个祈福，就把它写进去，把我们最至亲的家人写进去，你要把你每天诵经祈福的这些功德做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仙佛自然会护佑他们，除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平安之外，他也会帮他做一些功德的这一个回向，他会去除他一些业力，那他就可以容易怎么样，因为你的祈福功德回向，你现在去度人，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他们，他们也可以得到怎么样仙佛的加持护佑。所以你要记得现在一定要积极参与这一件事情，只要你有想到你觉得合适的人选，我们要赶快跟我们的引导师讲师做一下通报，但是通报的同时我们要建议大家打个电话跟你要祈福的人，要通知他，让他知道我们这一次呢在斋节当中还帮大家祈福，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都可以做到，我想听到的人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对不对？所以你看最后一句话，他说便可真心与人啊，对不对？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让对方知道说你真的是一个真心的朋友，他会很开心说你在道场上面修办之后，他看到你的改变，他看到你的真正为每一个人呢是真心在付出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呢至善班的这个班训里面告诉我们，修行者呢本来本具持，具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现在修到这一个阶段，你来上这个至善班，照理来说你应该本来就有这一个至善的能力，就是你本来实际上就有一个永恒想要做善事，想要持有这个本心跟大家相处的能力，对不对？你本来实际上就已经有，要不然你今天就不会有这个耐心坐在这个地方来上这样的一个进修班，对不对？所以你看后面告诉我们，他说行道在时刻要用这个什么良知良能了，用你本来的能力，用你的本来就本来的面目，你只是把它找回来，在你修道办道的过程当中你把它找回来，用你的真诚跟人家怎么样相处相交。如果你要度人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干净的心，没有一个纯正的心，后学讲说你去度人一定会很辛苦啦，对不对？哦，因为人家会观察你的行为嘛，那到底你真的在道场修办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过，大家越来这个参与这样的一个进修班，你会发现说越上你自己获得一定会越多，越到最后面你会觉得说啊，原来这个修道办道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设定五年进修班，也是给自己一个什么样修道办道的考验，对不对？看你有没有这个真心诚意想在道场上面修办。所以不修习佛刹真的真的怎么样，他老很有睿智，他把这一个进修班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把它设计起来，也是希望考验大家有没有这一个真心，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真心要修道，透过这五年的进修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过滤的机会，对不对？好，那第三行告诉我们，如果你用这个良知良能的方式，你真诚跟人家相处在一起，那你的良友就可以怎么样遍布，对不对？良友遍布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常常在讲的，我们之所以要大家常常回佛堂最主要的用意在哪里，你会发现佛堂大部分都是好人，在佛堂里面其实上是没有算计这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来佛堂都是怎么样，都来学习了愿的，大家都是用一盆真心在相待。你看你的这一个引导师，你的讲师啊，这一个佛堂的坛主，看到大家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如果你有真正的初一十五回到我们佛堂来学习这一个献供，你会发现哦，这个献供完的这一些供果或者一些其他的饼干啊，这些常常分到最后面，实际上班员发完了之后，我们的讲师实际上都怎么样，都不一定有机会拿到。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很开心，他们宁愿让你先得到这一个享用，因为这个献供的这一个供果啦，哦，这些食物啦，包括贡茶，都是仙佛加持过的，他们何尝不想要？可是因为他在道场修办，他知道，如果我们的班员真的可以得到护持，班员非常的平安，大家每次上课都可以回来，他可以从因为来帮助大家上这个至善班呢，他都可以从当中获得这一个怎么样仙佛的这一个护持，获得仙佛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记录，所以他会很开心的来做这样的事情就好，他不见得需要说跟大家来争这个供果，对不对？所以当你未来如果有这个机会也是一样，你在这个同德如果可以担任坛主副坛主，或者甚至大家愿意可以领这个讲师，你一样都有这样的一个职称职位，可以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多行功了愿来学习。这样的方式呢，虽然位置不同，可是真正的这一个能够学习的方式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过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先回来，因为佛堂有很多好的朋友，你在这里是没有算计的，大家都是真心来付出的。大家来，你看这些坛主们，大家来这里实际上是没有收入的，他的收入是功德银行的收入，不是人世间的这个钱的收入、哦、他们自己赞助的机会绝对比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多，他都是无为的，他不会想要从中间真的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对不对？好、哦，所以你要记得我们佛堂里面真的大家如果愿意修办，你真的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哦、也可以真正的跟我们的讲师们都一样，大家都可以获得很多的好朋友。好，我们看下一页。好，请讲师，对，转到下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真业告诉我们，他如果你能够进到这一个庄严的佛地修行，这个庄严的佛地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哦、好像跳到比较后面去了、哦、要 往前、哦、再转回来，这应该是转回来吧，转回往上面、哦、应该是这一页吗、哦哦、对，好，因为可能我们同德的这个、哎、又转过去了、哦、多了哦、右后面的应该是往前吧、哦、这个是往后，您现在是应该往前啊，对啊，再回来哦。不是林讲师，你的那个团体的那个档案有没有后面一页一页的那个一页一的班，所以你刚才讲到的那个部分有没有是你刚才讲到的，你刚才讲到的是讲到这边对不对？在下一页是这个，你档案顺序是这个，是这个吗？对，没错。哦，所以上一页后学已经讲过了吗？对，没错。哦，真的，因为后学是因为这个有吴讲师的协助啦，所以一切都靠吴讲师，后学不知道转到第几页了。谢谢吴讲师的提醒，感谢你。没有没有，林讲师难免会搞混，因为我是按下一页、啊、所以我、哦。顺序没有倒掉，没问题，没问题。后学是看一下吴讲师有没有真的这个实时的在观察后学有没有认真在讲课啦，所以故意考验一下吴讲师啦，谢谢谢谢。啊，有吴讲师在，我们一切就放心了。好，后学接着学习。好，你看这一页，他说仙佛慈悲啦，他说是以天性而发，必可天心处事。天性就是说大家原来的自性，对不对？你的本性，如果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发自你的本性来做事，那你就可以用什么，第二句就告诉我们，必可用天心来处事，就是说你的天性本来是干净的，你那一颗心是干净的，你现在在人世间上面处事就会怎么样，就一样会变成干净的，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与世无争的方式来这一个人世间来处事，来跟大家相处。我们说最好的事件就是，因为你在道场上面修办，我们都会建议大家，我们的言行是会受到怎么样外人的这样的一个从他跟你相处的当中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用这个天性去发挥出来，用你的天心在人世间上面处事，让大家感受到你真的是一个有心的修道人，人家就愿意跟我们靠近，对不对？那如果愿意跟我们靠近，我们渡人的机会才怎么样，才会多。如果我们自己让人家觉得说，诶，看起来这个修道人好像也不是修得很好，当你要渡他来求道的时候，他又怎么样可能愿意，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跟大家做说明的。所以第二行告诉我们，你必须要以天真一生。天真跟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不是不是我们以往大家所知道的这一个天真的语词，他要请你找回这一个什么上天本来给你的真心啊。天真的意思是上天原来所给付你的这一个真心来过这一生。好，那这一生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呢，不是就这样保持每天这样开开心心这样过日子而已如果你得到这一个开心的这一个心情，你要想说怎么样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好，所以下一句告诉我们很重要哦。他说必不以利求于己，是什么意思？你不能只有求自己好呢，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好，其实也开心不起来。就像我们说这一次的疫情一样，如果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不想生病，可是你周围的人都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你觉得你有可能怎么样置身度外吗？这个很困难的。常常我们说过，很多人哦，这一次感染这个病毒之后都没有症状，自己都不知道了，是因为筛检之后才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病毒不是我们真的觉得说，因为没有看到它就不存在，它也是因为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戴口罩，其实你没有看到你手上面的这些病菌很多，对不对？所以回来之后，因为你没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你把病毒带回来家里，自己到处摸，你是在不知道的状况底下受到感染。所以我们说过，不能只有求自己好而已，要好就是大家都好，大家都好你自己才会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必以不以呢利求于己，然后呢必不以失而改节，就是说你这么尽心能力的帮大家求得这么多的这个益处，或者付了这么多的心在这个道场上面，你不能因为别人不接受，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就改变这个自节。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说，时间可以证明一切，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好，有时候就是说，它不是不报，是时候怎么样，未到。也就是它不是，你不是现在看到这个结果，你马上做什么就看到这个结果，那这样就叫做有为了，对不对？我们常常告诉大家，包括仙佛都常常提说，你要无为而治，常常要无为的心。不休息菩萨要告诉我们，你要用无为的心去办怎么样有为的事，不一定要马上看到结果。有一些事情是要怎么样，是潜移默化的，很多的东西是要慢慢来的，你不是现在马上就要看到成果哦。那所以我们告诉大家说，大家都不要急于一时，修道办道，就像我们在上进修班，为什么要上五年？五年就是一个心性的磨练，对不对？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真心，才能够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适合在道场上面。好，这就是一个考验。那同样，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好，那所以我们再看到下一页喽。好，请吴讲师帮我们转下一页。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做性归于一。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呢，一贯道的这个一就是要找回我们的什么本心本性，对不对？哦，性归于一就是叫你说，你要把你的这个本心本性这个一找回来，找回你的初心。那个一实际上就是刚开始讲的初心是一样，就说你要利用这样的方式，在修办的过程当中找回你的初心。实际上这个初心呢，本来就是你本身就这样子的。哦，人家说很多啊，修道修这个心，对不对？哦，就像六祖慧能所说的，这一个本来我们这个什么，明镜亦非台，对不对？哦，这一个本来无一物，
那你何处去惹这个尘埃？就是说你的心境本来是平静的，都是因为你觉得它有问题，你想要去擦拭它，所以产生的这些杂念，对不对？哦，常常他在过程当中，他在引导大家，他是说，他有时候在跟弟子说一下，他说到底是风动还是旗，就是那个帆哈、哦，那个旗子在动。有的人回答说是风在吹，有的人说是旗子在动。那实际上呢，这个祖师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实际上是你心在动，是你的心动。因为如果你的心如如不动，你不会觉得它在动，对不对？所以那一颗本心是在修办过程当中，实际上面当你找回自信之后，你会发现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是没有杂念的，没有杂念你就很容易体悟到这一些真心所应该得到这样的一个觉悟了。所以这人世间其实上真的在修办过程当中是没有什么好这一个去争执的，因为争到的那一些都没有用，对不对？哦，你也常常听到人家说这一个人死要留名，虎死要留这个皮，对不对？好、哦，如果你要留这个名，到底是要留好的名，还是要留臭名？这个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也在你的过程当中会被定义的。所以我们刚刚又回到前面说，这个时间可以证明一切是一样的道理。现在争议呢没有用。你看我们以前的圣贤呢、啊哦，孔子可以这一个存在2000多年，原因在哪里？他光一个教育的事情把他办好，有教无类，对不对？他就名留这一个千万年，可以让人家真的尊他为这一个至圣先师，对不对？这个也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是让人家感受到我们的真心，实际上你所流传下来的这一些很多的行为都可以怎么样？千万年留存都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常常告诉大家说，现在大家都可以示现到这个仙佛，实际上也是可以人怎么样，也是人来修成的，对不对？但是现在看到很多的仙佛都是真人真实存在的，像告诉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的不休息菩萨，对不对？也是跟我们大家很多的讲师们都有真的看过的，我们的白水圣地、哦、这个都是真人修成我们的这一个仙佛。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之所以呢很高兴很开心大家回到道场修办，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家都是未来佛，对不对？大家修办的如果比我们好，你都是我们未来这个成仙成佛，这个我们的老母呢真的可以封赐的对象。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哦、我们要告诉大家是这个用意。那因为如果你做到这件事情，第二行告诉我们怎么样，他就必能够昭昭于天地之间，对不对？你就可以真的万古流芳千古流名了，就可以昭昭于这个天地之间，大家都可以了解你的这样的行为足堪怎么样配天地哦。大家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刚才这个部分应该是没有这个没关系，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页就好，刚前面一页、哦、对，回到这一页就好了。实际上前面那个部分、哦、再回来，这个已经讲完了。好，我们刚才的那个至善班班训到刚的地方，就是告诉大家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现在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至善班的班训，告诉大家你回至善班实际上就是要怎么样找回初心，你要求得一个自己原来的心，然后学得一个可以永恒把这一个善良的部分能够传播下去的这样一颗心。这个就是至善班你来上的最主要的用意。当你找回本心之后，我们要把这样的好的东西做一个传递，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一个怎么样昭昭于天地。就你这样的行为除了得到大家的尊敬验证，真的在修办当中得到一个这一个怎么样修办了愿的成果以外，我们希望大家真的能够体悟到这个修道办道的殊胜在哪里。好，那第二个主题当然就是我们除了至善班班训以外，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崇德道场的这个殊胜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济公活佛老师在批训了、哦、而且这个很厉害，你看他是召集点传师班的时候来批的训，最主要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所参与的这个道场叫做崇德道场。应该它的完整呢，我们的都告诉大家人家现在会问你说啊，你在这个道场有没有名字啊？我们常常会告诉大家说，你要跟大家说，我现在在
所在的这个道场姓发一，我们的姓叫发一，名字叫怎么样？叫崇德，所以我们都叫这个谦称自己为崇德人，崇德人，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加入的这一个道场就叫做崇德道场，所以我们会告诉大家说，我姓发一，名崇德，我就是非常开心我能够成为崇德人。那身为崇德人呢，你就要知道崇德人他的这一个目标在哪里，有一个修办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呢，济公活佛老师特别在2018年9月16号针对于我们的召集点燃师呢，特别批了这个讯，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首先这个讯文先介绍一下崇德这两个字，它并不是只有宗教的名称。我们常常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的一贯道，它并不是一个宗教，它是我们的这一个先天大道的这个道场给予的一个名字。我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先天大道，哦，这个道呢，基本上不是只有宗教的关系，宗教的部分是劝与人为善，但是他找不到原来生死的地方，哦，所以在你刚开始被开示道义的时候，常常告诉大家，好，我们现在告诉你的是人生最主要要这一个，这一辈子来，你真的要走的这个道路在哪里？你修的是一个天地的真理，并不是只有一个与人为善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比宗教更崇高，哦，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现在，像我们现在所成立的佛堂叫做先天佛堂，是由仙佛来设立的，哦，但是一般外面的后天软堂，它只是一个为了怎么样方便法门，就像你会发现说，在西方的宗教跟我们东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会有天主教、基督教，会有这一个我们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一个宗教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东方大部分是儒释道，对不对？它会有这个学习可兰经的这个伊斯兰教啊，它的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他们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它必须要有一个不同视线的方法，所以呢，宗教是用的，它是用来运用在我们的这一个把这个大道传出去的方式。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修道的这样的一贯道本体的部分，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本体，大家知道是不一样。回到我们这一个讯文来说，崇德这两个字并不是只有宗教，它是一个象征一贯道心传的精神，所以我们用崇德这两个字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还有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历史重要的地位，我们看下一页怎么来做说明，请大家看一下下一页。好，我们说崇德这两个字呢，它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来看到，他说呢，他最主要呢，把崇德这两个字能够把它让大家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看到第一个，它是燃尽前人辈们呢，生命欲化成的莲花，也就是说，没有前人就没有我们，对不对？前人当初不修习菩萨，我们的白水大帝把这个宝贵的大道带到我们宝贵的宝岛来，没有他们披荆斩棘，没有他们呢愿意在语言不通的状况底下这么花心把这个宝贵的大道呢把它带过来，刚开始呢他们那么辛苦，什么样的东西都没有，甚至都没有钱，没有这些工具，他们都愿意真心诚意的什么知道道的这个珍贵，把它带过来，不管受了多大的考验，这个六十几年的大考被抓去关了，他们都不改这样的一个志愿。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知道道的尊贵，道的宝贵，如果他们不愿意牺牲奉献，今天大家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所以第二个你要知道，除了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护佑之外呢，你看他说他是千百万个后学心间上的名字，针对于崇德这两个字。那他还是什么？第三个告诉我们，他是我们菩萨倒装将士来怎么样称愿，想要来给大家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什么好的这样的一个弥勒大道的这样的一个人间，然后呢他称愿而来的这个愿力，没有他们真的把这个愿力带来，今天就没有这么多的有缘佛子能够在我们的这一个大道上面呢搭上这一艘法船，对不对？
大家知道你有仙佛的护佑，都是因为你现在搭乘的就是仙佛所开立的这一个法船。你求道之后，你就上了这个法船，所以你得到护佑了。这个法船也是我们的仙佛请我们的这些前人辈们，他们立了这样的一个愿力所带来的，把这一个法船开来，让大家上了这一艘法船，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这样的一个护佑，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做什么事情，当你上了这个法船之后，第四点告诉你，你是要来帮助大家印证这一个道真理真跟什么天命真的。我们说过，你要知道这一个道是真的，哦，这一个理也是真的，然后他的这一个师尊师母给的这一个天命也是怎么样，也是真的。好，我们要知道说，因为你现在之所以可以得到护佑，是因为这一个大道是真的，他的真理也是真的，我们师尊师母带给大家的也都是真的，所以你才能够享有这个仙佛的护佑。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诚意的来怎么样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好，能够珍惜你在崇德大道场所得到这样的一个行功了愿的机会，这是非常难得的。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好，所以除了知道我们的名字叫做这一个崇德，我们名字叫做崇德以外，道场这两个字是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你现在所参与的这一个部分呢，道场的两个字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诸佛菩萨为了度众生修行的这一个路所这一个成就的一个什么场所，一个佛所了。所以我们要定义它叫做道场，是一个修办道的这一个什么佛所，就是你来的这个地方就是仙佛跟着大家一起修办的地方。当你点了这一个佛灯，三盏佛灯点开之后，你要记得哦，我们有这一个万千菩萨都会什么都会来护这一个佛塔。大家都要注意很多的这一个说法上面要告诉你，有时候你要注意到不见得仙佛来的时候我们看得到，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看不到不见得代表它不存在。就我们用最简单的道理常常跟大家来做分享，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所吸的这个空气你看到它了吗？没有。但是空气在不在，它是存在的，对不对？很多的东西并不是说你没看到它就不存在，仙佛同样也是一样。仙佛它以往它是视线的，它有可能是会用一个怎么样借窍的方式来给大家看，那只是说那个借窍的时期已经过了，所以仙佛认为要用更多的方式来度化众生。好，要不然以往因为仙佛没有这个肉体，他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些这么多的事，除了透过有缘的人，哦，可能你会用其他的方式所得到仙佛的这一个指示。在以往呢，刚开始的时候会用介绍的方式来说，那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开沙的方式，哦，会比较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听懂跟知道仙佛给大家的这个用意。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你现在所在的这个道场佛堂，实际上这个就是菩萨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方便一起修行的地方，那这个一起修行的地方我们就称为所谓的道场。所以你现在所身兼的这一个道场叫做崇德道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地区叫什么，叫做台北道场。那你所在的这一个里面，因为台北道场有很多的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就叫做三重区。所以大家以后要问起来你在哪里修办，你就告诉他我在崇德道场的台北道场的三重区的同德佛堂，这样大家理解吗？好，所以这些是可以连贯起来的。那如果现在背不起来没有关系，以后就可以跟我们的讲师询问一下。你一定要记得哦，你自己在修办，你不能不知道说你修办的场所在哪里，哦，这样就会有一点怪怪的，对不对？哦，因为我们实际上一贯道在台湾是有很多主线的，那我们这一条主线就叫做发一崇德。哦，我们在一贯道的主线就是姓发一名崇德。那发一崇德有我们的这一个九大道场，我们现在所在的道场叫做台北道场。那台北道场也分成很多的区，那我们现在这一个区呢就叫做三重区，大家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记得。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你身为崇德人，到底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体认跟作为？这个也是济公活佛老师要慈悲的告诉我们，要提醒大家。他说，你身为崇德人，要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么宝贵的大道是在大陆。那因为最主要当初呢，也是希望说台湾是一个宝岛，我们要这么样的好的这个宝贵大道，一定要有重要的这样适当的人把它带到我们的这个宝岛来。那这样因为宝岛它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道场发挥的基地，所以呢来成立这一个发一崇德，把这个宝贵的大道交给大家。那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得到这个宝贵大道之后，你要怎么样，要饮水思源，常常要记得我们的这一个白水圣地跟我们的不休息菩萨当初呢胼手知足，开疆辟土，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场所，大家一起来修办道，一定要饮水思源。那如果你想要学习他们以前这样的愿力，那你要记得，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新民班的时候，毕班有立了什么愿？立了什么愿？大家记得吗？应该是办事人员吧。好，你意思就是说，你在上完这一个新民班之后，实际上你就会有一个天职。那这个天职告诉你，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办事人员，请大家来做什么办事人员，它就是一个天职，你可以利用办事人员的身份来怎么样，来立愿了愿，立了这一个办事人员的愿，你就有那个天职的身份，可以来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的佛堂，协助我们的法会，协助我们的道场，来怎么样，来把很多的任务把它完成。所以立了这个愿之后，你是要怎么样？要了愿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立愿了愿这四个字？立了这个愿是可以了愿的哦。那你现在学习到立了什么样的职务的这个愿，你就可以适当的先了什么样的愿。大家了解哦。那如果我们接下来在至善班毕班的时候，应该是可以立什么愿？至善班应该是讲缘愿吧。应该是讲缘愿嘛，哦，所以呢，当你又立了这个新的愿之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身份来怎么样，来做更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记得，我们现在的立愿了愿呢，是希望大家真心知道，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真心想要来道场上面，继续在进修班上面学习，那你学习到一个程度，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立愿了愿，可以来尽心尽力。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职位之后，我们常常说在其位谋其政，对不对？我们很怕说没有给大家一个职位，你就不太知道大家要做什么。但是给你这样的一个立愿的机会，成为有这个天职之后，你就可以真正去学习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立愿要了愿。身为崇德人，我们有都要真的这个针对崇德人的这个大愿力可以执行，那我们就要扛起什么？继往开来。就是把以前前人辈们所留下来的这些成果，我们要怎么样继续把它发扬光大，对不对？然后呢，第三行告诉我们，你要承续这一个心火，而且要继续怎么样传递下去，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到人家奥运在传圣火一样，哦，每一次是每一个国家主办，四年之后要把这一个圣火传递给其他的国家，那这个主办国就要做圣火的传递，要绕遍他整个这一个主办国的每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同样也是一样。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一贯道在万国九州各地都有这一个点传师在开荒，然后各个这一个讲师也跟着点传师，随侍点传师去做开荒的工作，对不对？你看去到那边虽然语言不通，可是因为大家的愿力都一样，你去到当地之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神奇的事情，仙佛都会来护持，他都会帮你找到当地人，可以帮你办事。所以在开荒到一个程度之后，仙佛也慈悲告诉我们说，你在开荒到一个阶段之后，你一定要让当地人办什么？当地事，对不对？人才是需要当地培养的，因为这一个当地培养之后，他的这一个加速发展才会快。所以当地人办当地事，一定是一个怎么样？
让它开花结果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大家要知道一样的方法，在台湾可不可以开花？可以啊，比如说我们住在三重，但是你家里是在中南部，可不可以回中南部里面去协助家里这个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设立佛堂？可以啊，这一种也是一种开荒的这个方式，对不对？开荒了哈、哦，我这念到最后面有一点这个咬文嚼字啊、哦，这是一个开荒的方式，你一定要记得，只要是家人虽然不在我们北部，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一样可以成全他们，可以成全的。所以你要记得哦，我们现在的这个道场叫崇德道场，身为崇德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饮水思源、继往开来跟什么薪火相传这样的一个目标，把宝贵的大道要延续下去。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如果你有体悟到说我们仙佛呢开疆辟土的这一个辛苦，那你真的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刚才有建议大家要立愿了愿，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来了愿，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了愿？我们看一下底下仙佛告诉我们，他说你不要因为个人的欲心藐视佛前的愿力。好，我们仙佛都告诉我们，有时候你要立愿就要了愿，这个愿要了到什么样的状态是要靠你自己。有的人甚至他只有立了小小的愿，但是他可以怎么样超前，他做的事情是比他跟仙佛立的愿要多很多。套一句现在用的词叫做超前部署，大家都应该很熟悉这个名称，对不对？你也可以呢先去做你觉得现在你的能力范围足够的部分哦，这一种事情是可以怎么样提前准备的，好，我们用一个超前部署这一个名称来跟大家提醒，你一定要记得，不要因为你觉得这个好像小事，我就藐视了这一个什么事情，不要因为这一个工作好像交给你，你觉得太简单了，你就觉得不想做。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在道场上面也看很多，有很多人说他不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常常在佛堂里面帮忙做什么，可能是洗洗碗。佛堂有时候要跟大家做平安斋，他的洗洗菜、扫扫地，或者在法会的时候去帮大家煮煮饭。光一个炊事主，大家知道吗？在我们以前，他在人世间的时候，他虽然做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工作，可是呢，当他功果圆满的时候，我们的老母慈悲封成为仙姑，封成为大仙的非常的多。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些简单的事情。如果你是真心诚意在办的，仙佛都怎么样？都知道，对不对？仙佛一定都知道，仙佛比我们更快理解说你的起心动念到底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利欲之心，看不起这一些小工作，而就把这一些愿力怎么样，不想要实现，这个是很可惜的。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说，不要因为自己的什么嗔心，就是你的怨恨的心，阻碍了你修行的正知正见。刚开始开头的时候，或许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说，有很多的时候，你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你什么，你不开心啊，你就不想要做，或者说你去跟他争执，影响到你的这一个修办的什么正知正见，对不对？正知正见呢，会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不愉快的心。转念了之后不想修行了，这样实际上是很可惜的。我说人在人世间本来有千万百个这一个考验，不要因为小小的考验就考倒自己。别人要考你的时候，如果你就被考倒，那当然就是可惜的。所以当别人在考你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无为的心把它度过，那这个就是你最好的什么修办的机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记得。再来第三个告诉你，不要因为个人的贪心而断送了众生的这一个什么机缘，所以我们说过很多的时候哦，你想要修办，不要太急，不要太快。台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做"假定弄破袜”，大家都听过嘛，对不对？哦，你有真的很有诚心想要做很多的事情，实际上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贪心，哦，不要因为贪心断送了你跟众生的这个缘分，也不要贪财，
哦，不要贪财。我们常说佛家的一文钱大过须弥山，对不对？哦，这一些公家佛家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因为贪心而影响到自己修办的这一个心，哦的这一个干净的心。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在修办过程当中有可能遇到。那仙佛要告诉我们，提前告诉我们，这一些会遇到的事情，你一定要怎么样，好好的把它解决。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呢，还有不要因为个人的什么邪心，对不对？毁谤仙佛。我们刚才跟大家提醒，你在道场上面修办，一定要记得三个字、三个部分哦。一个叫做道真、理真，还有一个叫什么天命真。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你相信之后呢，这一些事情才会变成真的。如果你自己不相信，你用这一种怎么样怀疑的心情，你没有真的真心诚意，仙佛怎么会护持你的修办，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会发现相处久了，你都知道这一些真的是道是真的啊，道理也是真的，这一些师尊师母给你的这一个什么所给的这一个天命也是真的，你就要怎么样真心诚意的去实行，去验证，要去度人哦，千万不要因为被其他人说了什么事情产生的这一个邪心。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真的有听过很多人的毁谤哦，这一个仙佛的部分，而产生的一些什么转念的这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考验。那你要怎么样让它度过，就是避免这一个邪心，也不能毁谤我们仙佛的这一个圣训。这个时候是一个考验，你更要怎么样坚定的相信。还有第二个，不要因为私心破坏这个整体的这个制度。哦，你看我们的前人辈们，他自立下的这些制度绝对有他的道理，而且人家运作那么久了，绝对有它存在的方式，就算有问题，我们这个制度也都一直在改。不要因为你的私心而去破坏这一个制度，对不对？还有第三个，不要因为你自己的这一个利心，啊，人家说利欲熏心，对不对？去占用佛堂的公物，这也是不好的。好，佛堂的公物当然可以，你想要用，那就有借，但是要有还，再借才怎么样，才不难，这要特别注意到啦。那第四个叫做你不要用你个人的妄心，哦，不要用你的妄心去摧毁或者是已经建设好的这一个道场，哦，这一个道场一定都有它的比如说有它的怎么样正确性，哦，它才能够存在这么久。我们不要用你这样的一个什么妄自揣摩的心去诋毁、去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道场，这也是相当的重要。哦，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定要珍惜崇德道场前人所建立下来的这一些宝贵的资产、宝贵的大道运作的方式。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老师再次提醒我们，哦，济公慧慧老师再次提醒我们，他说"中途当失之警之"，一定要去看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变成这样子，你一定要有所警惕。一定要戒慎恐惧，诚惶诚恐，哦，一定不要独断。就是很多的事情呢，万一你有什么样的怀疑，记得要找我们的这一个道场的，你的引导师啦，你的坛主讲师们啦，哦，甚至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解答，我们可以找我们的点传师来请示、来请教。那点传师的慈悲告诉我们你的这些问题所搞不懂的在到底在哪里，不要自己去下这一个这一个定论。很重要，我们说过修道半道到最后面会修的有智慧，对不对？这个智慧绝对不是只有聪明而已，智慧是你可以判断很多的事物，哦，智慧呢就是让你辨别真假，判断很多的事物的正确。所以我们说修道会修到越来越有智慧是这个原因。你一定要记得，当你产生疑虑的时候要得到验证，那得到验证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千万不要随便哦，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所以呢，国父老师在最后面告诉我们，他说皇母慈悯啊，祈求天下的众生呢能够得到智慧，然后要登彼岸，彼岸就是什么样得到智慧的那个地方哦。所以我们说过，能够得到这个智慧的部分呢，一定要你是真心修办哦，真心修办的，知道这个上天的德者，昭昭天德是上天的德者，
然后你要护佑你现在所在的崇德道场，这一个圣业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永续。所以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主线叫做发一崇德，你所在的这个道场叫做大台北道场，我们是在三重区，你一定要记得你自己修办的地方，你要记得你有这样的一个立愿，那你就要学习了愿。希望大家能够用这一个同样的心来为我们的这一个崇德道场 的这一个圣业让它永续。好，这是第二个我们圣训的部分，我们接下来一点点时间看第三个。第三个要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法会护持这一个殊胜。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大家在这一个求过道之后呢，你有去参加过两天的法会，你会发现说在法会的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协助大家当天开法会的人员，对不对？这些人员呢，我们有编列大概十个组，让大家有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比如说你会发现说你在报名的时候要填写资料，那一个叫做文书组，对不对？那你在进去之前都有人在接待你，那个叫做接待组。你进去之后呢，坐定之后有人会帮你做分组，那分组的那一组别的这个帮你服务的人，那个叫服务组，对不对？那大家去参加法会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人在代唱善歌，那个叫做善歌带动组，对不对？那帮你规划这两天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个叫班务组，然后告诉你这个道的宝贵的那一个叫做道务组，帮你煮菜的这一些人员我们叫做什么，炊事组。那帮你拍照的这些人叫做大事记组。你会发现哦，大家来参加两天的法会有这么多人在护持你，我们为了大家来开法会，实际上在每个法会的现场都超过一两百位的这一些人员。那这些人员呢，之所以愿意来，是因为他感受到什么？这个法会是让大家求道之后的更进一步能够修道办道的场所。所以呢，因为大家有来，需要大家有人服务，所以我们大家因为有服务大家的这一个愿力，因为你来了，我们能够来学习了愿，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这些两天都是义务的，大家也都是假日，你虽然牺牲时间，可是同样这些办事人员也都是怎么样，牺牲这个两天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学习。所以你要记得，当你以后未来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要不要来学习？要。所以先佛利用这一个方式能跟大家来说明什么，这一个法会护持的这一个殊胜，告诉你如果你有这个机会，你想要行功了愿，到法会其实也是一个怎么样，可以快速学习获得学习了愿的机会。所以济公活佛老师呢，在2014年也就103年了，他非常慈悲哦，他在那个时间里面能够说告诉我们在社会界国语法会两天来共用这一个批训的方式来跟我们现场的这一些学员们、当天的班员们能够来这一个说明这个法会护持这样的一个书生。我们看到这个训文的第一页，来护持法会有怎么样的书生呢？他说这个济公活佛老师告诉我们，他说白羊应运、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叫白羊时期，要大开普渡、因为天时紧急了，我们的天命名师呢，济公活佛老师倒装降世，用师尊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度化我们这些有缘的佛子，对不对？他说天命名师倒装降世，为挽佛子，就为了挽救我们这些佛子呢，同归无极、你要是功果圆满之后回到无极里天，对不对？那你要这个登入这一个佛门来体验说这一个里天的这一个殊胜，因为大家你要记得哦，你真的修办功果圆满之后，你在礼天是有一个莲花座的，你要回到那个莲花座呢，要继续怎么样，不是只有坐在上面，还没有转得有一点快了哈。你在这个莲花座上面，你要听经闻法，它有一个大眼妙法，对不对？所以你在礼天你还是要继续的听经闻法，不是只有到礼天之后就没有事做了，你要继续跟着老师要怎么样，
要修办的，对不对？哦，老师要修办。那如果你有更大的愿力，你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大家继续到在人间里面什么？继续在人间里面投胎转世修办哦，这是可以做的。那这一个场所，我们说过，在人世间的这个场所叫做法会。法会就是天人共办的地方。我们常常有很多人看得到，他在我们的法会呢，点了三盏佛灯之后，他会怎么样？看到这个仙佛灵坛，万仙菩萨都来护坛，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九玄七祖都可以怎么样？因为你到了法会的现场之后，他们都可以一样的到外围来怎么样？听经闻法，对不对？这是一个何等殊胜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又可以继续参与这一些法会的办事人员，那你的功德当然是怎么样？是加成的。所以我们说过，法会都是天人共办的场所，都是三朝聚经，就是天地人三朝都怎么样？都会来护持这个法会。所以你看它何等的殊胜。好，请问讲师，我们翻下一页。所以你要有机会的话，你愿不愿意来法会护持？当然要愿意啊。所以我们说过，法会是非常的什么，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大家现在虽然只有在至善班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下一次的法会，假设这个疫情经过之后，下一次的法会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假设轮到同德可以学习的这一个组别的话，希望大家也都可以怎么样，主动去参与。因为你只要主动参与，仙佛知不知道？知道。仙佛会帮你把怎么样，这些你自己的无为愿力帮你做记录。那也因为你有来，所以我们的九玄七祖都怎么样，都沾光了，他都可以来我们的法会现场听课啊，听经闻法，这是何等殊胜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如果你有得到这一个机会，你虽然担任一天的职务，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了愿的这一个机会，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页。所以不要小看，如果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力可以执行，你一定要把握。那这边告诉大家，不论你是上台传题，大家上台传题，这个上莲花座，大家不一定有这个机会，可是你会有其他更多的。他说，无论你是护班或者助理大众聆听这一个课，或者是有责任的，或者是职务的，你都可以用你的天心去怎么样，去护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所以不要去计较那个位置，到底你在哪一组，实际上重不重要？不重要。仙佛当然看你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做什么事，对不对？而且你在的那两天，建议大家不要半途而废，能够参加两天就把时间空出来，也不要因为，你不在那个工作上面，现在放得太轻松，那个心都飞了，对不对？好，那你也不要趁你的职务自便去贪图那一个什么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也不要这一个公器私用，不要在现场怎么样讲一些不需要讲的话，也不要在现场造成一些怎么样混乱的情形，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一个那么殊胜的地方，我们担任什么职务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请示我们的代班讲师，我们的很多的超持的这一个讲师实际上也都在现场，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学习，不要紧张。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法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地方，可以让大家有很多护持的地方，所以我要记得他说，当你有这一个在上天，能够同渡一艘船的这个法船的机会，你要记得上了这一个大法船，你的责任是怎么样，是延续的。那法会既然这么殊胜，我们就要建议大家要有始有终，这也是仙佛告诉我们的，然后呢，如若依然不以天心全心护持，一样会有过哦。也就是说，你要既然是这么样的诚心诚意的想要护持，你就要记得一定要从头坚持到尾，不要小看这一件事情，那如果小看的话，你又下了这个愿力又没捉到，那有时候你在现场如果说没有专心，你的九玄七祖会因为你分心或者不尽心尽力，会少了很多来这个法会现场的机会。那对九玄七祖让人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可惜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千万记得，既然有心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赶快看下一页。
哦，因为机会都很难得，说一句实话，现在法会，尤其像现在疫情期间，说一句实话也没有办法，开，所以大家都要用其他更多的方式。那这边佛老师告诉我们，所以种贤土不要一心二用哦，不要一心二用，在现场我们就要以护持天命、护持法传、护持众生、护持仙佛的这样的一个心，来帮你的这一个怎么样，真正无为所得到的功德，要让它保护住。哦，不要好不容易有这一个行功了愿的机会，结果你就放给他走，这样是不是很可惜？对不对？有心呢，既然有心，我们就要把事情做好，因为仙佛都在看你到底用什么样的心，出了多少的力。哦，这个当然是这样的方式。好，我们看到最后。好，刚才那一张应该是最后了吗？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张。应该是最后了啦，哈。啊，对，我们再点一下哈。这个，所以他说众徒啊，不要一心二用哈，才会有怎么样，有大功德。那或许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在我们的同德佛堂哦，我们自己的系列，因为或许在圆德嘛。那同德系列是我们这一个整个相关坛哦最重要的佛堂。或许在圆德虽然担任义治班，可是能够回到我们同德佛堂。来学习这个课程真的非常的开心，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网络上面跟大家一起学习，真的是更开心的事情。表示大家都有真的真心诚意，真的都是来护道的。也因为有开这样的课程，让后学可以真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疗愈。这个大家都这样知道，我们都是教学相长。也因为有这样的课程，我们才能够，自己得到学习。那或许今天讲了这么多，有一点超过时间了哈，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给后学一个机会，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负责讲师、我们的辅导讲师，还有各位至善班的班员。那后学如果有讲不圆满的地方，要叩求仙佛慈悲赦罪。待会我们的超慈讲师再帮后学多多的补充。再一次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哦。好，我们下次见，谢谢，感谢。我们这里领导出来，一、好，谢谢我们的仙佛慈悲。好，再次谢谢大家。三，请大家坐下。好，我好，们谢非谢大家，常感谢，感谢。好，非常感谢领导师，好，感谢。那个今天呢，非常的收获非常的多。领导师的不管是台风呢，包括他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呢，真谢心谢。的这个传道呢，都在感动我们，我们每一个讲师每一个班员的心。那刚才呢，林讲师有提到呢，就是说呢，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要做到这个不动心，不要计较别人对你的诽谤，这个其实说的容易做的难，尤其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才是把自己的火候，自己能够忍，这个修这个忍辱的功夫有多少？那或许有想到呢，仙佛也有提到呢，我们现在要如何躲劫避难呢？其实呢，不只是有形的这个同德的这个法传，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这个自信佛堂，也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无形的佛堂。我们的自信佛堂的佛光越强，也就是说我们修得越好的时候呢，事实上那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可以躲劫避难的时候。因为什么呢？有时候当灾劫来的时候，当天灾人祸，像最近呢，日本不是有土石流吗？那包括这个疫情的部分，其实呢，本身来讲都告诉我们，自信佛堂才是二六时钟都永远的在保护我们。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要不计较这个毁谤，等于说在修这个六度波罗蜜，平常心讲，真的是要好好的下功夫，在心性上面下功夫。那最近呢，浩学在这个赖群组上面有看到，有这个仙佛呢，也有慈悲告诉我们，现在呢正是我们修持三宝心法，来这个培养内德的时候。所以呢，浩学这时候有时候有想到，就是说呢，我们不管现在的这个疫情，对我们其实是一个智慧考。为什么？考我们面对这个生死劫的时候的那一刻，
好，我们会不会恐惧？我们是不是到现在还依然坚在？好，那浩雪有想到，就是民国八十年，好，浩雪参加这个妙善宫的法会的时候，哦，这很奇妙，浩雪永远都不会记得地公婆佛老师送给我们啊，在场的每一位法会的班员跟讲师，他说呢，不管伤害病如何，都要记得自己的自信佛。哦，就是很奇妙，哦，永远就是在后学的这个心中呢刻骨铭心。后学就觉得说，老师这句话非常的这个有深深的含义，哦，也深深的这个经历。好，哦，这个呢，沧海病如何？你看，哦，现在疫情的关系，包括天灾人祸灾劫越来越多，包括我们回天的时候呢，其实就好像我们看到一般的就是后天的庙里。我们在这个回天的时候，等于说是在爬这个天梯。那这个天梯容易爬吗？不容易爬。好，不只是呢，好，我们会面对在爬天梯的时候的一些风风雨雨。也就是说呢，我们不管是我们只要在回天的这条道路上面呢，其实就会有不断的考验。哦，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包括上天看你的根基。哦，有时候你考验越大，是上天越看重你。哦，为什么？因为上天认为你过得了关。哦，事实上每一件事情，哦，不管是智慧考，或者是来自道场，或者是事业，哦，或者是健康，哦，或者是我们现在面对疫情的真实点，这个都是智慧考。哦，比如说呢，刚才林讲师所讲的诽谤。好，护持真正呢有分修的人呢，好，是这样，诽谤是打不倒一个有智慧的人，流言呢也打不倒一个有主见的人。好，那这个考验呢是急不倒这个有道心的人。好，逆境呢是冲不破呢这个有冲不倒这个有方向的人。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看群组上面，哦，有很多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求道的一些这个众生，哦，他们都修持的非常好，包括沈心凌呢，你看他11岁呢就会架这个法那个网站，哦，11岁开始就在这个做公益哦。那包括呢，哦，在这个大陆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张妈妈，哦，也是你看哈，哦，去深山里面哦，人家看不见的深山里面。八月呢，在做这个学校，好，要让所有的坤道呢，因为受教育而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个都是一个愿力。你看，他们都是在燃烧自己，照亮众生，利益众生，而是真正做到这个济世救人。像我们身为活佛老师的徒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我们承受这个浩瀚无边的天恩师德，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好的？申请今生今世的修道办道的因缘。好，或许有时候呢，刚才呢林讲师在传品的时候就想到，其实呢所有的海外的开荒前线，他们现在呢正在分享他们热血跟热情，为什么？他们一样在海外呢，一样坚守他们的岗位，一样在这个不断的去度人，好，成全人。哦，所以哦，你看我们在看不见，我们台湾是一个宝岛，也因为太幸福了。好，我们呢是在一个温室里面，而事实上呢，海内的众生，好，就像浩雪以前在上课的时候呢，都会鼓励大家以后有空可以出去不定期的开荒。为什么？唯有你当你出去开荒的时候呢，你才会真正感受到同德道场的建立。是多么不容易！不消息菩萨当初建立一个崇德道场，是耗费了他不仅他一生的心血，也是呢他生生世世都在护持我们崇德人。哦，所以呢，我们好都要好好的。既然身为崇德人，哦，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发愿，实为崇德仙。哦，所以呢，今天后学就觉得说呢，好，哦，我们呢，好，哦，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说呢，要记得要记得我们要珍惜今生今世的修道办道的因缘，好，好好的护持护道，好助道，不要呢买票而不上票。所以呢，我们今天传品就到这里。那我们接下去呢，来把这个上课的功德，好，来回向，好，
来回向那个什么。好，现在呢，就请大家好，诚心诚意呢，用三宝，好，用三宝。那我们呢，好，现在呢，就请大家呢，跟着后觉念。好，那等一下呢，谢谢老母大，老母慈心火慈悲的，请大家起立，好，来开始。弟子请各报自己的姓名。好，吴新华，今日诚心尽力参加朋友智障班视讯上课，如有上课功德，恭请佛火师尊慈悲做主，将此功德回向给，请各报自己的愿望。好，那我们现在呢，请大家起立。好，我们面对同德佛堂的方向或自己佛堂的方向呢，谢谢老母及仙佛慈悲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谢谢白雪圣地，一鞠躬。谢谢不休息不大，一鞠躬。好，那好，请大家坐下。那今天呢，好的视讯上课呢成功圆满，非常感谢所有的讲师好及班员的护持。那我们下次呢就空中再相会，祝大家平安，再见，拜拜。好，谢谢吴讲师，谢谢各位讲师，谢谢各位班员，大家晚安，谢谢，晚安，拜拜，拜拜，再见，谢谢。